定定嘛，感觉遮足歪诶，我足想要去别位吼。啊，若你啊想一个讲啊，我吼，我看欠寡钱吼，来世界去行行诶，来散散心吼，哇，太苦闷了。我看足济哦，所以一个人若我都想讲吼，你伫底都拢袂苦闷，哇，这个人功夫就非常厉害啊，你毋知影？因为已经会当不动，会当如如不动。所以有几种根基来这世间，你一看就会知影。有的人吼，过去世已经都修好世啊，修甲吼真正不苦不乐，伊已经没有两边的乐受跟苦受。很强烈的对比，没啊，啊没有嘛没有强，很两边很强烈的贪跟嗔，啊所以来这世间哦，你看伊拢点点啊无啥物动作哦，但是哦伊非常有智慧哦，啊迄就是哦拢过去，迄就是过去世的一个人拢已经修好啊，准备这世来是要哪是要。度化别人诶，所以，甲恁看讲吼，你到底是毋是迄个受业报来诶，还是吼，还是趁愿再来？啊，一看就知影，趁愿再来诶人，诶人吼，人诶苦乐两边向吼，未遐强，绝对是很平稳诶。啊，所以吼。人诶吼，不管伫啥物环境内底吼，拢哦，未讲会感觉苦，也是未讲会讲啊，突然感觉咱足欢喜安尼，啊欢喜了说哇那，念咪很高潮啊，念咪呢又陷入很低潮，啊，你讲修行那会修甲愈来愈低潮哦，啊有诶吼，毋是。哦，欢喜一个过头，说得意或忘形，啊，你也知影，你也知影，安尼是不是已经涅槃了？为什么？因为伊个两边相个作用诶，苦乐两边相。啊，这是安那来？这为世所限的呀。我们那佛陀讲哦，爱直指人心。见性，见性就是见，就是已经没有这个，唔才叫见性。啊，你无见性的人，伊常常拢唔知家己有苦乐两边很强。啊，安尼的时阵就歹修啊，而闻思修，思维修，哦，你爱家己知影讲，我是不是这边？啊，是我阁是伫即边，吼！啊，你若伫即边咧，表示你这功夫敢出来啊？袂啊，都哦，栽归栽，等等啊，哦，迄业障现前的时阵，都拢唔知影去啊，都拢绝对是出道去的，吼！所以听捌，唔是算作已经会晓修，吼！迄个你真正我都修甲这苦乐两边相未出来啊，不管是拢很平稳啊，啊，迄个才是慢慢啊有入这个意思啊。哦，啊个唯识吼，唯识有一个足重要的迄个讲法，就是。诸事所言吼，唯是变现。这个是人吼，啊，这个是所。人所心的人所，就是人心的心境哈。原来心甲境吼，拢是心变现的里外，所以心会当变成内外，心会当变成内外。
而诸事所缘呢，唯是所现。所现什么？所现人所心境里外，啊，在内外啊。这款的道理要了解，这款的道理了解了吼，你对净土你就知影。有人讲想要请我讲净土啦，我讲好啊，我嘛要讲净土。我的净土有四种的净土，叫做吼。哦，这四种爱记啊，叫长极光净土、十报庄严土、方便有余土，还有黄圣同居土啊。这黄圣同居土伫对呾呢？人即马这就是黄圣同居土，伫人类。咱即卖真的是凡圣同居土，伫人类，佛陀嘛示现伫人类，所以佛得示现落来，迄阵阵是毋是凡圣同居土啊？是嘛？啊，是毋是净土呢？诸事所缘，唯是所现，这点讲解遐清楚啊！心净则国土净。那个呢？上面是方便有余土啊，罗汉的境界。啊，是安那看有余，有余就是讲哦，伊都阿未真正入菩萨的阶位哈，所以还有有余，有余就是还有剩下的习气还没解决啊。哎，有剩下的习气还没解决。甘就袂使心净国土净嘞啊！甘就袂使，嘛是会使呀！吼，你那，你心若没有清，就会当清啊，那袂使。吼，你都唔，我拄啊讲过吼，都看卖啊唔念啊！啊，你若卖到会当收啊！啊，你唔是变啊收，佮几只牛来拖嘛袂惊。先了解心净则国土净啊！所以罗汉有罗汉的方便有余土，菩萨有菩萨的心的庄严哦，这不是，这不是色身的庄严，心的庄严，智慧庄严，功德庄严，无慧庄严，嘛是有因的，有因土啊，啊这是啥？这辅助甲辅助的境界叫长极光净土啊，这几种是不是拢？业感不一样，它所现的净土就会不一样，是不是安尼？一定是安尼嘛。哦，啊，是不是拢会当碰到诸大善人呢？拢嘛会当，这几种拢嘛会当，哪会袂当？哦，啊，那安尼是不是我那复合上品上身、中品中身、下品下身？嘛有啊，上品、中品。下品下下品啊，那说不赛你有人就这样说，有人说哇，法师你如果说净土一定跟我们不一样，我说我们已经耳中观了，耳中观了你就要知道说没有一样，
也没有不一样。所以我的中观，我的净土吼，跟别人讲的吼，没有一样，也没有不一样。我现在诸事所言哈，为事所现，啊，国土的清净，中观见性，心清净，国土的清净啊，安尼就是西方。哦，对，你讲一样还是不一样？那好不了吼，你都爱。你都要会晓迄个佛学迄、那个、迄、那个名相，哦，你对这都爱，未使吼，未使讲出互听无声有诶意思吼、哦。比如讲，人间是有三度空间吼、哦，啊，你千万吼唔好讲一个，还佫有四度空间、五度空间、六度空间，啊，你若讲这吼、個，互听甲会飞去。有人讲，迄地狱的狱卒哦，是第几空间的啦？哦，讲地狱的狱卒就是吼、哦，甲地狱众生杀了一油钉啊个，哦，推入火坑的，迄就是地狱的狱卒哦。地狱的狱卒哦，是不是真的有情呢？是不是真的有情？不是啊。地狱一族哦，就是诸事所缘，为事所现，不是真正的友情哦。所以你人解释地狱一族的时候，你都唔好讲哦，伊是意外太空来的。哦，还是外有，因为人到来的都无这地狱一族。你都唔好讲伊意外太空来的，或者是讲哦，你讲伊是。从第六度空间来，不是咱这三度空间来的人。你讲这吼，人哎呦，听到火气啦！而且吼，都是吼上外行，所以学佛啊吼，千万都唔好听一寡有诶无诶，哈。爱会晓这佛法诶术语，啥物术语啊？诸事所言，为事所现。啊，净土是啥？净土就是，吼、哦，直指人心，哈、哦，见性成佛。好、哦，心净则国土净。啊，所以净土有几种净土呢？有四种的净土：常寂光净土，啊、哦，这十报庄严土，啊、哦，方便有余土。繁盛的同居土，哦，这哈，这安尼讲出来，唔知道有圆通，唔知道有圆懂。达种的法门呢，全部包在内底，绝对都未跟佛法有违背，哈、哦。学佛都爱学噶安尼时阵吼，这见得清楚吼。哦啊，修唔则修路，好、哦，希望大家要，有人讲还要请我讲净土，我讲净土还一定我来加精彩，你们相信？